宋小区啊。咱俩。不然呢？你要叫谁啊？不合适吧？不合适。啊。你想什么呢？去洗浴，出去洗。你要不要脸啊？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也可以不要。啊、你去不去？啊哎哎，去。你干嘛？哪个在那边？哦。哎，那你快点啊！急什么？哎呦，你怎么才洗完啊？那男生搓澡搓两面，女生搓澡搓四面。李快乐，你可以，你都换新手机了，小日子过得不错。哎，我这个手机啊，是在这个左下角领的。真的假的？左下角还能领手机？你别骗我了。哎呦，骗你干什么？这不仅能送手机，还能送好物。哎，你看这个可是热血正版授权手游，谢官方正版授权，有保障的。那你也叫我看。简单，你看啊。我们现在只需要点击这个左下角下载游戏，现在只要上线就能看到领取界面了，刷刷怪、升升级等等级到了就能逐一解锁领取了，而且还能摆摊搬砖赚元宝呢。那行，那我们带你去试试，走，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不是，这老些地方你挤我干什么？那我走了。行，那你去吧，我正好找个按摩的。那不行，我要找。我就男主。我也叫男主啊。不行，你要就叫女主。我不要。男主不行，男主他。臭臭男人不行，你是吃醋了？不吃醋，我怎么能吃醋呢？我从来不吃醋啊！那搞笑，谁能吃醋啊？哎呀，你走。